们有一个团体叫做 Mr. BJ。那我为什么要取 BJ 这个是因为我有一个团员的名字前面是 B， 那有我们两个团员名字是有 J， 所以我们取 BJ。那 Miss 的话刚好是三位都是女生，所以叫 Miss BJ。那首先介绍一下我的 band 手杨宇 Branch。然后再介绍一下我后面最可爱的小鼓手，他也是我们的团长 Jones 杨宇。好，再来接下来介绍我自己，我是主唱兼吉他手。那今天第一次有点紧张，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那我现在要进行这首歌之前呢，他这首歌是 If 的版本，那可能比较早一点，大家比较没有听过这首歌的歌词，所以可能不知道它的风格。那我们有在过年之后调整了一个比较轻快的摇滚版，那我们也麻烦了我们的指导老师阿盛老师跟吴石老师帮我们做一个调整，所以我们在过年之后的一个礼拜都在集训这首歌。对，那如果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出水，再请多包涵。那我们现在就要进行我这首歌之前，那跟各位借一下就是你们的双手帮我们打个拍子，谢谢。